在我们去把那只鸭子杀的，杀的去叫你们去怎么下上来的，叫我带你们上来。今天我妈也给我们杀鸭子，看有妈的孩子就是块宝，哈哈，这是真的。妈，是不是真的哦？鸭子吃了你没心疼啊？专门等你们想吃。嗯，你讲，我都吃了。妈，我看你还带不住，我来。来来来来，子儿。哎呀！你看脸上吗？啊，这就吃了。哎，这在脸上，你看个花眼吗？哈哈哈哈哈。那有的是干的嘛。把这个你带好了，看你咋会吃，自己去烧。好，要得。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只鸭子哈，是我上次在江给妈买的一只鸭子，但现在都没吃，妈就是等我们上来杀鸭子。这鸭子很肥哟，嗯，拿着刀子，拿着烧，感觉没得鸡好打理哈。没得鸡哦，鸡也好吃得快很。买的时候这个鸭子4斤6两，现在4斤8两，你们说涨不涨？肯定是老鸭子哈，不涨了。煮开的要香些，而且葱黄。妈，今天把鸭子给你杀了，你哭不哭？你们吃得过哭吗？这家我给你们喂的了的啊。我再打黑鸭喽，下午再下点。妈已经把鸭子给我宰好了，现在我来洗点墨鱼，今天晒个墨鱼鸭给他们吃。这墨鱼我感觉不是纯的，在超市里面买的。再把鸭子清洗一遍，墨鱼拍个水。对对对，来。妈，我们这个鹅好就吃嘛，要不然我们又把这个鹅杀到吃了嘛，嘿嘿。要吃回来吃。先焯个水，姜蒜，料酒。这鸭子油很多。把鸭子炒上，炒香。还拿点姜蒜，再放点胡辣椒放上，把它火掉。你要是我这个只有补气才硬才得很。听到没有，老大补气。啤酒，加些清水，然后慢慢炖了。传火的，快点传起哦！现在需要火了。看妈摘的大番茄，好大。妈在家里还是多厉害的哈，房子修起了，然后还种了这么多番茄，种了很多小菜。今天这鸭肉绝对跑，嗯，好不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这是妈专门给你的哟。好干了。干了哭没哭啊？哭啊。妈，你今天辛苦了，在上面又修房子又做生产。加肉了。包个红包。妈今年的确辛苦了哈，在上面有些房子又做很多生产，还有很多菜园，所以比较辛苦了，我们大家都清楚哈。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拜拜。